好。哈，我不知道那个台词是什么、啊。土豆而已啊。嘿，土豆。嘿，土豆。嘿，土豆。你们看很多哦。加土豆。加土豆。你再夸张一点啊！我需要语音包。嘿，还是专场就来一声。需要，我需要。来看看团团会不会按错了？等一下啦，我现在就是那么大的那么大的拉笔在那边点下去就好了。没有，我卡输入看不懂啊，到底要选哪一个？而且说我卡输入法，然后就按错了。我现在全部都盯着，可恶！我很聪明啊，耶！啊，我一个地图少一个人，好可惜哦。Hello， 开！大家安安，感谢礼物。大家安安安安，大家。我啊，你怎么了？有了还在烧开 Amigo 啊？哦，没有，我开完了，开了，开了哈。开台喝酒啊？哇哇，为什么？你怎么可以开台喝酒？没有，开台没化妆还喝酒？哇塞，你这个新年第一开就这样啦？忙啊，二十秒才喝一罐啊，要喝完。酒罐啊？为什么听起来现在小雨的画面像是那个僵尸的那个红色圆圈圈？对啊，中国僵尸。哇，小雨二十秒喝一杯啊！哇塞，哇塞，灌酒喽！二十秒喝一杯，忙啊！今天阿米狗要玩很久没玩的 bingo， 才上几个礼拜，今天人不多哎、欸，其实今天人少少，人很小。今天可以222或者是33或者是15。15是我们最后一场的传统。那个是之后的事。对。我记得每一届15都是 UE 啊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没有，是我比较多次啊。你记得我跟我们玩。我被当两次了。嗯，是啊。对啊。你被当两次哦。哎呀，你也知道你看我多惨啊。这是杰克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反正雨月吧。是影月吗？没有没有吧，没有我吧？哦，没有你哦，好吧。我记得没有，我记得小雨跟团团。我记得我是两次啦，小雨我忘记是几次。第一点，那个有请观众解答。好啦，我观众已经解答，他说反正那个人不是哲平就对。嗯，没错，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。我来看看啊，要先两队还是三队啊？我们先两队好了啦。那你要先。我们先都全部可以做，还是全部做一个就不能做？我们先全部都可以做，好不好？热身一下。哎，我的地图被清掉了。哦，你的地图。你要吗？我这边很多张给你一张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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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给我。炫炫矿工位。Lock out 是锁住的意思吗？冰狗女王，冰狗女王。啊，不管，就这这东西。哎，我冰狗女王。啥？Lock him out， 哎 ，Lock out 要 disable， 要 disable， 应该是 disable 吧？不要再丢啦！现在是锁定开启啊，如果不要就是这样。好，交给冰果女王。不要再丢啦！不是我丢的。我们是不是要抄一下Bingo 八点？就要八点哟。他们没有，他们大家已经帮忙一起唱了，有没有？我聊天室已经刷爆了。哎，这个哎啊，夜市有开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夜市开了，夜市开了。夜市开了，走吃饭了，吃饭了，走夜市哦。那个爆那个后切牛排十盎司，后切牛排十盎司，黑胡椒口味，加面。啊，你十盎司够吃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啦，加面很多啦。好，来，各位不要再玩地图了，来，我抽签，谢谢。我一直被传，不要再玩啦。你后面那一只猫没有，我一个都没丢，我手上只有32张，32吧，32吗？妈妈，按钮为什么放不进去啊？按钮，自从实况手之后就回不去，没有啦，只是我今天忘记化妆了，就这样。他玩游戏玩到没化妆，对，对，是玩什么游戏这么开心啊？天涯，我在打天道。哦哦，了解哦，我已经成为画画大师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从我们先全部都那个吧，全部变白的。洗白吗？还是全部在同一个？要怎么全部？先我们先全部选黄的，我们没有黄的，我们没有黄的里面，先全黄。哎，这边点一下，
嗯，黄的去黄的，先点黄的，还是我们就直接宣战开始？好，来那个影月，影月先走。蓝月蓝的，蓝的，你的，蓝的，小雨，哦，红的，你哈。哪里、啊、抽不到，上面是红的，好，剩下都蓝的，都蓝的，全部塞回去。我是蓝的，丢回去啊！哎、欸，对啊，丢回去啊！小雨，嗨，你知道我虽然很不想提醒你，但是我们是同队的。对啊，你怎么还是？哎、啊，有啦有啦，哎、欸，都那个，哎、欸，月，你是不同队的，我就。你不提醒我了吗？哎、欸，三人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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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三人组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有要换通话吗？还是换一下好了，还是换一下啦，不然会有点杂。这样感觉比较正式，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是纯粹比较杂。游戏好正式的吗？我们那个还有正式的。那我要去留完暗道。我们去留完暗道，拜拜。好，我们是什么颜色啊？哎，我们不用动哎，不用动啊，一个动好了。哈哈，好爽哦，好爽哦！啊，这个地图长什么？西瓜哎，和 TNT 耶。蘑菇、啊、沙子、砖头、甜菜根汤了，最好弄得到啦。甜菜根汤，找真章了、啊。对啊，甜菜根汤你就只能找村庄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对啊，也是吼。哎、欸、，It's me Mario， 旁边有猪，哎、欸，蘑菇，然后我们旁边是山。我们离水有点距离，所以水的可能比较麻烦。哎，旁边可以马上挖沙，我看到另外一头可以有水。哎呦，哦，所以我们可是好像没有那个哎砖头的地形还算可以啦、嗯、没有水，没有西瓜，瓜瓜有相思吗？然后香菇有咖啡色的，香菇长什么样子？就很像平原那个、啊、狮子王那颗，有有有有有有一点距离，穿过沙漠就可以了。沙漠在哪里？哦，就这个方向，这个、哎、呦就哦看到了，对，就那个方向。嘿，那边是红土大陆、啊，对，但是它旁边有沙子跟蛮大片的水。红土大陆，然后也是那个方向过去以后可以看到那个。哎、嗯，对，我们可以先抢仙人掌，哎，还有就是你刚刚讲的相思木。所以我们待会就先往那边跑，还是我们要先抢那个、啊、告示牌？告示牌先，好，就一个人打告示牌，而且要往那边走。我们就是直接放弃花瓶跟砖头了，因为完全没有那个东西，没有水，不是没有独占吗？没，哎、欸，对耶對、啊，那我们要玩哪一条？就打嘛，那个吧，相思木那一条缺南瓜，横的，对，那条那个缺南瓜有点麻烦，斜的，我要也不行，斜的。啊，好，好，那小雨你打那个、哦、素描跟苹果告示牌。我去那个不是那个卡卡沙村，不是沙村啊，沙滩。看看，看这不打、哦、要自输哎。啊，我你打那个，我先去远方，先做告示牌。哇，哎、欸，是我们，是我们。你，我等一下做稿子去挖熔炉，等一下打仙人掌。我仙人掌已经在手上。好。所以我现在先去挖那个，这应该是相思木嘛，红红的。嗯嗯，红红的，就对。打叶子就好。红红的就是它。它太高了，我打不到它。我丢一下。嗯，都是告示牌。没事。鸡有吗？鸡不用。好耶！掉，快掉，快掉，快掉！快掉！这个沙子可以挖。可以啊。对啊，那我挖了，挖了。好，你挖，我在打树叶，就是不掉。很多的木头。不要喊什么繁星加油，我不想赢。不想赢，但没有，我们可以赢，不要当最赢的那个。因为我拿到了對胜率最多的要一打多，我不要。很累。没有吧？不是用抽的吗？我记得抽墨鱼蛋啊。哦、对。对呢，那我还是赢一下好了。还是可以赢一下。
我看有没有附近有没有红香菇可以拿。感觉有点卡卡，有一点开低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村庄，有村庄，我看到村庄了。加油！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因为如果有村庄。我是不是都听习惯有音乐的游戏？我突然就玩这个觉得好安静，有点安静啊就然后就会不自觉一直很想讲话，然后在空空的地方不会。欸、这个村庄是在沙子旁边，但它不是沙村。在沙子旁边不是沙村，它应该不是沙村吧？妈，爸妈谁？不是我爸妈。盆栽好了，然后再烧玻璃了。好、哦，那给你烧。哇塞，这个沙村在水上啊，而且下去也太深了。沙村在水上，到底是它到底是在哪里？啊，有甜菜根，但是没长好啊，白痴哦。等啊，等等等等，等啊，等啊，放着等它。没长好，那你可以直接打掉吗？打掉是种子，但只有种子，打了一颗。啊，那我只好住在他们家。哇，他们这里没有一个是长好的，有两块田，而且完全没有萝卜，只有稻草，那叫什么？小麦跟甜菜根。还是你弄那个了吗？哪个？玻璃瓶。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书柜可以直接打。哎、欸，有书柜，你们书用了吗？还没，那你还没直接打，直接打。那是不是最右边那个搞不好比较简单？对呢，玻璃瓶那个指南针。对啊，因为它书，然后那个不是啥，那个叫啥？那个烟火不是也是指火药加花哦，或指加火药，指加火药就好了。对呀、啊。哎，那繁星你自己去打仙人掌，我等、那个、我用好了，我用好了，我用好了。哦，为什么丢出去没有更新啊？哎，我丢，我丢，我丢，我看有。感觉有啊，有了，更新了。他们好像也没有在集中要做哪一个。嗯，因为也可以拿数量啊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是拿几个十几个来着？看看我在这里还可以干嘛？南瓜种子哦，你有了。灰色染料，先来打一点墨鱼。哎，我这里有咖啡色蘑菇，咖啡色还蛮多的，就缺红色。哦，白痴，我有剑，我干嘛不拿剑砍墨鱼？你拿空手打他？没有，我拿木头。你怎么可以这样羞辱他？可以。会游泳的版本，哇哇哇哇！另外一边也有村庄啊，太多村庄、啊，太多村庄啊！坐个船游过去啊，好哦。红色的香丝木船看起来很吵，而且这根香菇为什么长在岛中间？看起来不是很优雅，长在岛很大的那一根哦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沼泽地形了耶！看到很多甘蔗，我要照顾你怕了。你怕怕？我也没看到牛。哦，没有，我们要还牛吗？嗯，看要弄哪一排啊？就牛奶啊，或者是……哦，牛奶。说不定我这边有机会碰到，但是前提是要有铁。就是这边的虽然长好了，但是它是马铃薯跟红萝卜，可恶！可恶啊！所以白痴哦！嗨，感谢杰瑞订阅。哇，因为谁嘞？我 YouTube 的订阅声音是“帅呀”，然后“帅呀”，突然干嘛跳下来跟我讲一声“帅呀”？跳下来说“帅呀”，吓死我了！
那你应该要去接我那天跟杰克玩的。嗯。我们两个一个在那边进球啊，一个是加追的、欸。跟你们讲不得了啊，这个村庄啊，有钻石啊，我可以做那个钻石铲啊。做啊，除除啊，做啊，除起来啊。它是除哦，来铲哦，是除哦。炫耀一下，欸、对，是除哦，不是铲哦，是除哦，不是铲哦，是除哦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两颗，两颗，两颗而已。啊、哦，好好。不是因为